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嗱，呢一节咧就犀利啦，跳一跳另外一个题目。呢位朋友咧就真系吓，喂，佢早排威到尽啦。唔系啊，佢早排系好惨噶嗰阵时。你讲咧有几早排先啦，系咪？都唔系好耐咗，半年前啫。吓，但我讲系上两个礼拜咁，你佢哋有份，即系佢有份生出嚟嗰个 SpaceX 就威到尽啦。威到尽啦，咁嗱。即係大家就覺得誒、哎、好似好簡單咁樣啊，但係嗰種毅力咧，就你不得不佩服呢個人。喂，佢嗰啲咁嘅試射失敗、回收失敗嗰啲片，我睇幾多先得嘅，真係。係啊，咁唔好理佢啦。嗱，總之一樣嘢咧，就呢位朋友咧，就最近咧做咗好多嘢咧，令到佢成為科學新知嘅題材啦。咁、但係一樣嘢咧，我就想請教陳陽博士，因為呢個其實都幾大一個。科技上同埋甚至政治上嘅一個後果嘅嗱，佢而家就有一個計劃叫 Starlink， 係就係話咧佢會發射好多嘅人造衛星上太空，咁、個數量多咧就唔係我哋平時嗰種理解法，係講到幾萬個。嗱，呢度講下就係、是GPS 系統嗰套嘅衛星，咁咪廿零個咯。北斗系統初期就九個，咁嚟緊佢都係加到即係幾十個嗰啲級數，但係而家你講緊 Elon Musk 講啲講緊係幾萬個啊，咁又咩一個咩概念咧？咁當然嗰、那個衛星個大小啊、傳輸能力啊，同埋本身佢嗰個功能亦都會有好唔同啦。睇下你視乎你想提供一個乜嘢嘅服務啦。咁其實咁樣講啦。在整個美國嗰個太空科技發展入邊咧，你會睇到就係咧，好走向一個咧，嗰個體型輕巧、成本亦輕巧嘅路線。但係可以多啲嚟密啲手，就算錯誤多，亦都冇乜所謂。即係我哋喺上次講嗰個嘅SpaceX 發射載人去嗰個國際太空站嗰度咧，我哋有個咁嘅總結嘅嘛，我哋話。美國可以在民間層面掌握到那個新的太空那個的實力是什麼呢？它可以輕易地補送，即是再補回派人 去上太空，而且那個時間可以縮短得很短的。然後就是說呢，那個在上到星那裡，上到那個太空那裡去騷擾人家衛星的能力是很高，不單止騷擾，鑑生活捉人哋衛星嘅能力亦都有，即係好似詹姆斯邦呢個勇破火箭嶺啊！第一幕咧就係佢即係食咗嗰個太空船。佢嗰、那個萬一自己太空系統被破壞，復原能力係領先曬世界好多年，係拋咗前頭啦。另外就係嗰、那個去捕活捉或者毀滅人哋嘅能力，亦都係特別高，即係佢無論攻同守同復原。三方面佢都提高咗嘅，咁而家睇到咧就係Starlink， 即係台長今次講呢單由 Elon， 亦都係 Elon Musk 有份參與嗰啲咧，亦都係印證咗呢個講法嘅。咁但係當然又喺嗰個通訊嗰方面啦。如果 Starlink， 你睇到 link 呢個字咧，通常講連結嚇，咁啊你俾一紮衛星水咧，佢哋就會俾出一個系統，一個網絡嘅系統嚟俾你去連結上去。咁呢個咪講緊話，即係佢將喺地上面嘅互聯網系統搬咗上太空。係。絕對係地上互聯網系統，大家都清楚啦。你要整到嗰啲光纖又夠快，就係呢啲海底光纖嗰啲。嗱，而家就唔搬嚟香港噶啦，海底光纖啊。會兜香港，即係佢就其中個主要駁口就唔會駁嚟香港，就結果就要即係可能香港就要駁去人哋其他閘口嗰度再駁入去咁樣。咁你知道咁樣多一重咁嘅接駁，即係話你嗰個慢咯，即係同埋就係話人哋想孤立你、cut 斷你易咯嚇。就算 cut 斷咗你，唔會影響其他地方接駁咯，即係個喺個 topology 上孤立被孤立咗嚇。咁呢個都係一個你又可以計數計得到嘅一個戰術優勢劣勢，你可以睇得到出嚟。佢喺呢度咧，我有個概念想問一問啊，陳陽博士啊，佢呢度有個叫 satellite constellation。咁咧就
如果你看個圖片嗰度咧，就因為前一排咧就有人正以為是一個UFO 的現象啦，其實就不是嘅。佢就放了成大扎衛星上去。其實就做緊㗎啦嚇。嗱，嗰啲衛星你唔需要想像到好像真係成架大貨車咁大嗰種，成個太空站咁大嗰種，唔係嘅。你可能就係所謂衛星，就只不過就係有嚿嘢，佢喺嗰個軌道唔跌落嚟嘅就係衛星嚟。咁譬如嗰嚿嘢可能只不過係一嚿咩咧？講如果咁大誇張嗰啲啦，可能只不過係台長眼前佢自己本身呢個手提電腦咁大嘅一嚿嘢，你將佢掉上去嗰個軌道，佢繞住個地球轉唔跌落嚟，就係一個衛星嚟噶啦。咁當然佢就擁有最好就係呢件咁嘅擁有一個咧同地面通訊收發嘅功能啦。咁即係話咧，佢就係一個即係router 又好 repeater， 總之就係一個資訊傳播嘅一個接力裝置。咁你喺一個半個咧就冇乜用嘅，同埋嗰個功率未必好高嘅。你要填補呢個功率嗰個差異咧，你即係嗰個劣勢咧，你就發射多好多個，令到佢哋距離近啲。於是乎咧，呢一紮好似可能喺天空上面一紮，只不過手提電腦咁大，即係可能實際上而家個 project 去嗰啲應該會大啲嘅。就係佢哋可以喺嗰個天空之間全天候互相通訊，咁你可能係一個信號地面射咗上去最近嗰個嘅就收到先，然之後佢哋將個信號咧同你一路咧去傳遞開去，喺佢哋嗰個叫做由佢哋嘅人造衛星嗰幾萬個啊組成嘅一個網絡入邊咧，將呢個信號係傳送出去。咁佢哋可能需要個電能唔係需要好高嘅啫，因為佢哋唔需要個有效傳輸唔需要好大嘅範圍，佢哋透過密就能夠補充到佢哋功率低嘅呢個問題。密嘅話，你就要射多啲上去，但係佢密嘅話咧，即係佢個功率要求低嘅時候咧，佢攜帶個能源嘅要求亦都低，每個嘅壽命亦都可以長，甚至乎唔覺意冇一個半個咧，唔影響成個網絡嗰個嘅能力太多。咁所以佢就即係，與其你話擺一嚿半嚿超級大嘅衛星，將個通訊壓住喺一嚿咁大嚿嘅嘢，佢一死咗就突然之間成半個地球都冇得通訊嘅，咁其實唔係好著數啊嘛。反而你將佢咧就分散，即係真係啲又好似一啲叫 check and balance、separation of power 呢咁嘅概念，就整一紮上去有少少通訊能力嘅嘢，令佢形成一個咧龐大嘅網絡。咁呢個就係一個 Starlink 嘅意思，即係話原本需要喺海底鋪設電纜嗰樣嘢咧，就擺曬上太空嗰層面啦。哇！呢個概念本身就相當之革命性啦。嗱，佢係咪有少少近似即係我哋喺早年即係講緊70年嗰陣時咧，超級電腦咁大家就係輪流就係即係玩嗰個超級電腦啦。咁做到90年代打後就唔使啦，大家有互聯網之後，大家咪分散曬好多個 cluster 啦。係啊，即係個概念係咪相接近咧？似似地呢樣嘢咧，就將佢分散咗喺唔同嘅角落嗰度啦。咁但係我覺得佢最重要就係分散得唔同角落嚟講，仲要係喺天。個犀利嘅位就係咩？你冇得擋，即係除非你完全 block 曬，你有辦法揾兩層石紙包住你個國家。否則咧，就上邊要射個信號落嚟咧，你係實收到嘅。你有心收係實收到嘅。嚇、啊，即係接住落嚟就係你地面將佢只要收發嗰信號，係一啲地面上面一啲好 cheap、好本身好難撳到嘅嘢，你都可以收發到嘅。咁即係我打一個比喻啊，實際唔係咁啊。你會收音機咁，你行即係行以前你即係可能老一啲前輩嗰啲鴨寮街。去嗰啲咁嘅鋪頭買一 pack 嗰啲咁嘅原子粒收音機，執好曬份料翻，你自己翻去原來中學生自己識砌個收音機出嚟嘅話，去到個技術要求咁低嘅時候咧，咁你會發覺就係話人人都可以免費寬頻上網上太空網咁樣嘅意思，即係其實就而家就係一個咁嘅概念。但係一個咁革命性嘅，點解我而家唔見太多人講？因為香港未有咯。因為華人社會未接觸到咯，而家佢就係接受咗嗱，佢鋪設咗，但係開頭咧就覆蓋嗰個美國加拿大，俾美國加拿大嘅人去 rap 嚟用住先嚇。咁你可能嚟緊睇到就係話咧，突然之間出現咗個情況，就係美加啲人就唔需要突然之間嗰個衛星上網平好多哦嚇。咁然後就佢哋可能只需要做一啲好簡單睇幾個廣告，咁即係就可以用到呢一套咁樣嘅系統。
咁你講緊嗰個即係我哋而家唔係用緊地面地嘅光纖，或者係直情係想係啦係啦。嗱，其實香港你都聽過有啲寬頻上網，佢係唔需要有師傅入嚟鋪光纖噶嘛。佢直接係攞嚿嘢射個信號入嚟，就懟正你個屋企就做修法噶嘛。咁有啲公司係做，即係我唔講咩名啦。咁但係你都大約知係邊間公司係做呢啲嘢噶啦。咁而家個情況係相似嘅。你上唔上網唔係再有一條 physical 嘅硬線光纖鋪入嚟噶啦。以前你有條咁嘅線鋪入嚟，負責鋪線嗰個人掌握住呢啲咁嘅通訊中間嗰個中心嘅嗰啲機構，甚至乎係官方話 cut 就 cut， 話開就開。但係你將佢變成一個無線電，大家抬頭上邊都有片天嘅，人人有隻鑊就收得到嘅時候。咁有人嚟冚啊，你咪收埋隻鑊咯。啊，有跟住有人行開咗，你咪攞翻隻鑊出嚟咯。咁啊，就一樣可以咧，就收到天空上嘅信號。即係令我諗起就似唔似咧？八九六四之後咧，美國嗰度咪搞咗個基金買咗條嗰啲咁嘅運油輪咧，將佢改裝成為一個叫民主女神號。係喺度喺中國，就喺中國沿海嗰個領海範圍以外嗰度咧，就大功率向廣播咁，然之後喺大陸嗰啲人有收音機就收到啦嘛。我哋討論，我哋諗過嘅，我哋諗過嘅，就嗰陣時諗過就係涉及到香港呢、這個。即係申請個電台牌有大氣電波大牌啫嘛，我哋試諗過係揾條船去射翻電波翻嚟。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就唔係喺海咯，天空咯，天空嚇，而且就係嗰個無論整呢個無線電收發嗰個組件可以係輕便咗好多。需要的能量都可以少了很多，即最可能發夢發得最勁嘅就係佢原來全部太陽能就可以運作的時候咧，你掉上去就得噶啦。咁而且一個咁輕嘅嘢入軌咧，其實相對嗰個嘅成本要求係低好多。咁佢譬如話佢而家好似呢個咁輕，咁佢一次過可以射幾多上去？如果你見到你好誇張嘅喎，哇，成扎咁樣就掟上嚟。嗱，咁講啦，以嗰種 SpaceX 嗰種運載能力。輕輕地你一噸半噸嘢就好輕易舉嘅啦，應該就嚇佢亦都唔需要做個噸嘅數去到太大，但係即係譬如 SpaceX 嘅火箭咧，佢唔係話做啲叫做運大貨櫃上去嘅嘢嚟嘅，佢係寧願係射幾支細嘅箭，每次係運少少，咁然之後咧就透過即係嗰個成本效益高嘅時候咧，令到你總體加起上嚟，你可以運上去嘅量係更加高。佢呢個係所謂個規模經濟啦，係啦，即係佢做得多就開始會平啊，好平啊啲嘢。係啦，咁好平咧就自然咧好多人會俾，即係會揾佢呢個服務咯。係，咁佢由於咁咧就係可以。即係會密集地去做呢樣。係啦，同埋呢個系統你要摧毀佢係好難嘅。你要毀滅佢一個比較大嘅能力，你有冇能力喺佢上邊一次過？即係啲嘢佢都倒到啲衛星仔周圍都係啦。你仲喺上邊可能要回收到3000個，你先能夠比較有效打擊到佢個通訊能力。但係人哋搞你可能係佢射低你一兩個，你已經係冇咗好20-30% 通訊能力嘅咯。咁即係話咧嗰個。抵受打擊的程度咧，呢套系統係勁，好勁嘅。同埋就我而家開始見到，可能有一個開始有個差距喎，就係中國發射咧開始近排出現問題。就最新呢個我聽講話得啦，咁但係有啲人懷疑嘅。但係 anyway 唔好理佢啦，就係話而家美國透過呢個 SpaceX 佢去做呢、這個，好似真係差唔多日常生日常係咁，亦都射機一路係咁樣。係咯，係咁。咁咪慢慢出現咗嗰個差距喺度咯。係啦，係啦，即係呢度嗰個即係暫時睇到嚇，當初啱 Elon Musk 搞嗰個 SpaceX 試射嘅時候咧，大陸煞有介事，即刻又公布，我又即刻成立咗個民間公司，又開始試射。但係經歷咗三幾年時間啦，美國嘅進步係超快咯。咁你睇到就那個距離又拉遠咗。咁嗰、那個即係太空攻防能力咧，你就睇到就美國就喺呢個位咧。是超級大國嚟嘅，亦都係排第二嗰個咧，就同佢差有個中間有一個頗大的非常大嘅距離嘅。其實咁你唔好講俄羅斯啦，俄羅斯而家開始一隻隻地啦。另外，咁頭先講涉及到嗰、那個即係火箭上太空嗰個問題咧，就其實歸根到底，我估係一個因素啊，就係、是、個晶片製造嘅能力，超級晶片製造嘅能力。其實呢個就喺依度卡死咗。咁呢個問題係。
直情影響到整個中國嗰、那個戰略通訊嘅問題嘅。譬如華為，而家就差唔多搞到要停產啦。係。咁、那個原因就係因為美國唔提供個晶片俾佢。係啦。咁、你話而家中國叫啱啱宣布咗，就成套北斗系統叫射齊曬啲衛星上去啦，就結果就終於追到咧當年即係嗰個啱啱呢個美國有 GPS 嗰個水平咁樣咯。咁、當然佢就講又唔係啱啱嘅，可能佢都會做得比當年嘅 GPS 系統再精密一啲，靚一啲，咁但係就始終就比起人哋而家亦都跑遠咗好多。係啊，咁呢個係即係你追我趕嘅過程。咁但係事實上呢個問題我未問完，因為涉及一個最重要問題就係、是、中國嘅互聯網防火牆啊，會唔會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會出現一個摧毀嘅被摧毀嘅狀況？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傾傾。